出门离去，都袂去忍受，都袂去破叫。但即摆甲伊看见，都已经真暗啊，人骨也袂倒转来。我实在真烦恼阮囝的身体，假使伊若阁继续安尼沉迷落去，恐惊伊的身体会破歹。伊还阁遮少年，年轻有为，袂用只予伊安尼遮尔啊放荡。可是我这个老母讲的话，伊也不听。是甚么人才会当唤起阮受伤的心？